我要杀剑魔了。两波兵都完事了，我才发现两波兵都出完了，都第二波兵了。还好我进了草丛里边，没少吃经验。这剑魔一级学个链儿确实是行啊。没用的兄弟，我这属于塔下必杀你。为什么被塔砸了？我不服，先 Q 他一下。没事，让他砸一下问题不大，让他再打。 A 接 W A 接 Q 一点燃，先来个耀光。其实我可以不死，我刚才链儿没躲掉，他那个链儿没躲掉，我正好打不着躲链儿，没躲掉。出门，一 A 平 A 平 A 接 W A 接双 Q， 我有耀光。你有啥？查眼儿，好闪，查眼儿 EAQ， 慢慢打，不着急，慢慢的连招。马上我们升六，还打 A 接 Q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一 A Q 死。这波怎么有炮车呢？好烦啊！这炮车。没这个炮车，这波剑魔我可以约塔断他一波。我估计他马上到了，可能。一 A 出吃饼干转起来 ，A 接 Q 再转起来，吃饼干打不了接 A Q。我的塔皮，40秒。三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让他以为在这里回城，其实我们是厕所回城。
been slain. 这把真拿来的，中单啊，净给我整这些乱码七糟的玩意儿了，还中单为因。哎呦！7秒钟有大，5秒。 先Q他一下 ，E A， 在 A 点圆转起来 ，W A 接 Q 接转。螳螂来了，回头 E A， A 接 W，A 接双 Q 平 A， 再 A 一下。 注意孤立无援，不要让它产生啊！打骸骨，走位，平 A W A 接双 Q， 别着急啊 ，Q E。 我这摁的 Q E 怎么一 Q 了呢？吃一血塔，回家，无敌了。 铁板鞋，这双 buff 是谁的呀？我来拿一个双 buff， 这居然会有个双 buff 出现在这里，哎呦我真开心！我有点生气了。 开心吗？不开心呢？有点生气了。往哪里闪？你这伤害也不够啊！谁来了？永恩来了。永恩我也不怕。 打个峡谷先锋，回回血。
打完峡谷先锋，我们再打个蛤蟆回回血。这也不掉血呀。为什么妨碍我打蛤蟆？去中路吃波塔皮呀、啊，好主意。顺便直接把中路塔全拆了得了，正好180点蓝，够把这永恩杀了的。把这永恩一杀，我们把那个塔皮一吃。你说你能跑哪去？你说你能跑哪去？跑什么？这有什么好跑的？赶紧单吃塔皮啊！完了，单吃不了，让维恩掺了一脚。你给我杀他！这样吧，收集者啊，配一个提亚马特。我本来想把这包女的红给拿了，但我一看对面的红刷了，我还是去拿对面的吧。Hello， 还帮我打一下红，谢谢。我们去找一个卢仙，已经很久不说奥比亚马了，我怀念了。啥意思呀，莫兰拉？你俩要把我杀了，我惊了个呆。你咋的呀？我说这啥意思呢？我明白为啥他们家这个莫甘娜啊能如此狂妄了，因为我没来过下路，他并不知道我的虚区到底有多高。给了他一种错觉，就是我们虚区不高。这不没了吗？剑魔一个人来肯定不行。投降了，刚好投降了。